湾 YouTuber 这群人成军至今已有13年之久，可谓是台湾 YouTuber 的始祖。不料日前他们却突然宣布，明年开始将会停更。至于什么时候才会停更，他们也只透露会找个时间公布确切停更的日期。消息发布后，让不少粉丝感到震惊，但也有部分网友表示不意外，认为频道停更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拍摄手法多年不变，即便连续保持拍摄了13年，但近年却有逐渐公式化的迹象。但透露这两年来，这群人影片的观看次数惨淡。虽然过去有9支影片突破千万观看量，但今年最高的影片点阅率只有77万，流量和订阅也几乎都停滞了。虽然他们的停更让不少网友们都感到惋惜，但也有人始终支持，强调这群人其实一点都不逊色，能持续拍摄十几年也很强，希望他们日后可以带来更多出色的作品啊。Bye.